今天继续玩这个小活动，开拓游艺魔法。哦，三月七也在这里。先来这里，然后直接触发剧情。好，进入战斗。火属性抗性，然后控制抵抗，全部都控制抵抗。这次的魔法师是三月七。开始。好的，轻轻松松，这个初始试炼轻轻松松，现在就开始正式的了。然后它只有一个控制抵抗，哦，这一只第一波这一只还有那个火属性抵抗，所以就最好是不要用火属性。我全部用试用的。他放这里，我放这里，开始用试用的，简单了，就不需要再想那么多什么配对啊，就不需要想。客人岂能不招待？哦，三月七了。目标标本出现。
奇珍万千，给各位一心传归。给各位鼓劲了，一心同归。先嫁给这个克拉拉吧。偶尔也该认真。三月七军吧。不出笑。谢谢。离开克拉拉。我也想保护大家。帮帮我，希瓦罗先生。好，轻轻松松，五轮内消灭三波敌人。奖励拿一拿。一轮三洞的桶。好吧，就到这里为止。